看样子张心如伯爵似乎已经是看上梦欣小姐了。这件事要是被我父亲知道，他一定会不高兴的。你讨厌我是因为我亲过你是吗？你想干嘛？老爷快来救我。张心，你这臭小子，只要这个女人还留在这里，我就绝对不会再踏进家门半步。你现在马上给我滚。4月15日起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彩像岛女孩。